好的，现在让我们也掌声欢迎创业说明会的主持人黄淑婷。Hello，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系统，感谢上线，我姓王，林淑婷。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在星期一的晚上还抽出你们的时间来到这个零资金、零囤货国际网络创业说明会。在活动还没有开始之前，音响组已经把您的静音关，那把您的 Zoom 关上静音了，好让我们的活动可以进行得更顺利。如果待会这个问与答环节，您有任何问题也可以 unmute 来发出您的提问。如果你们觉得方便，也可以在chat box 来提问；不方便，也可以在 chat box 来提问。用手机的朋友呢，等一下荧幕会有一些图片，如果觉得太小的话，也可以自己放大。谢谢大家。那因为新冠疫情、俄乌战争、通货膨胀，其实很多人的工作都大受影响。甚至失去工作，我们到底还有怎样的一个机会，怎样的一个选择，可以让我们放心、安心，不需要任何资金背景也可以创业成功呢？那今天就有一个非常积极的伙伴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让我们来邀请亚比讲师来跟我们分享，欢迎他。感谢主持人，感谢系统，感谢我的上线，我是 Yavi，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分享一个崭新的创业商机。现代人机不离手，移动互联网是目前与未来最大的创业商机。人工智能已经几乎可以取代很多工作，例如餐饮业、服务业、运输业和制造业，甚至其他专业领域、职业如法律业、航空业、医疗业和工程业。相信接下来还会有更多意想不到的行业都会被人工智能给取代。移动互联网大时代的来临，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危机还是机会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危机。不难发现，现在很多传统生意老板、许多大企业家都相继倒闭。可能你会想，我是打工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是有关系的啦。他们的倒闭意味着上班族的失业率节节上升。虽然互联网与人工智能能带给实体业以及上班族很大的危机，但同时也崛起了很多网络企业。他们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例如 Amazon、阿里巴巴，还有 Uber、Airbnb、面子书等等。根据报道，在2020年，全球有超过21亿人透过网络购物消费总额达到4兆美元，预计将在2025年会有超过25亿人通过网络购物消费总额达到12.8兆美元。看到这个数据，你可能也想在网络创业，但是网络创业的平台那么多，要如何做选择呢？也许你已经在网络经营电子商务，或者你不曾经营电子商务，都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一起研究一般人是如何经营电子商务的呢？大部分的人都在做微商，一般微商所面对的烦恼不外就是囤货、包裹、物流、汇款，甚至是劳资成本。总的来说，如果微商想扩大它的营业额，就会面对囤货。只要那个营业额够大，就需要仓库来囤货，就需要更多的资金。生意越大，不够时间去做包裹，不够时间去做计划，就要请员工，就要给工钱。但是生意额它仅限在国内而已，所以收入也会被局限。以上就是大部分微商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
一再证明了微商并不是很理想的，还是您传统生意所不想面临的劳资问题。那怎么办呢？生活在互联网大时代，我们已经无路可以退了。如果不想被人工智能取代，又想在网络创业，是时候我们要来研究一环球这个份事业。为什么我会有这么信心说一环球绝对是你们想要的国际网络创业平台呢？因为一环球它具备很多的优势。首先无需囤货，无需资金，可以免费加盟。单单这一点就非常值得我去做了，因为根本没有亏的机会。再来，24小时全年营业，开拓全球分店。比如我们在睡觉的时间，美国、加拿大的分店就开始运作了，而且随时可以自由安排线上运作。然后在社交平台上还可以通过文案、视频和直播教学这些免费功能24小时在线服务和教育顾客。还有就是经营权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相信每个人都希望把自己努力建立起来的企业传承给下一代，对吗？那要如何可以做到传承呢？那就要看我们公司有没有永续经营的心态。可是如何？那就要看他有没有投资研发和厂房设备。一环球具有30多年的研发经验，在美国、新加坡、上海有自己的厂房设备，公司不惜成本，采用最顶端的科技，就是为了要确保把最独特、最安全、最有效的产品交到消费者的手上。其实，研发和生产独一无二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不会被淘汰。这也是对消费者和经营者最大的权益和保障。还有就是 Ellipse App 方便和完善，它采用了自动机制物流，一键就可以安全地把产品寄往目的地。里面还具备了非常方便和安全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电子钱包、信用卡、PayPal、支付宝等等付款，完全解决囤货、包裹、汇款还有物流的问题。单单投资这个金融体系啦，也是要过百万美金了的。您明白市场上为什么有很多公司都不投资研发厂房设备还有科技软体了吗？因为这些投资都是非常需要庞大的资金，而且非常耗时又耗力的。这也证明了一环球的实力和财力，更证明了一环球公司具有永续经营的心态。如果一家有投资研发厂房设备和科技软体的公司跟没有投资的公司，您会怎么选呢？肯定是会选择像一环球这样的具备多项优势的公司，对吗？那接下来让我向大家介绍陈昭飞博士。陈昭飞博士他是一环球和营养免疫学的创办人，也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他研究癌症长达30多年。昭飞博士他获奖无数，包括了美国十大杰出青年奖、国际本草协会最高荣誉 Martin de la Cruz 奖，此奖项被誉为本草学界的诺贝尔奖，而且也被推选为世界杰出华人。陈昭飞博士的著作繁多，例如《打造黄金免疫力》、《营养免疫长寿》。此外，一环球还有专业的领航团队，包括专业医生、法学博士、电脑科技专家，还有金融管理专家。
这代表着如果我们选择与一环球合作，我们就有这么强大的国际企业领航团队做我们的后盾。而赵飞博士他创业的宗旨就是要教育人们营养免疫学，带给世人健康与智慧。讲到营养免疫学啦，我想请问大家，全世界最好的医生在哪里？其实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什么是免疫系统呢？免疫系统就是由多个免疫器官组成的，包括了淋巴、脾脏、胸腺、骨髓，甚至是盲肠和扁桃体，都是人体重要的免疫器官。唯有当免疫系统处于健康状态，它才能够保护人体免疫疾病。因为根据免疫学专家研究，98%以上的疾病都跟免疫系统故障有关。为什么我说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是免疫系统呢？因为它每一天24个小时都在帮我们扮演着三大功能，也就是抵抗、清除以及修补的功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扮演着抵抗功能的细胞。左边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B 细胞。B 细胞它能够生产各种的抗体，对抗各种各样的细菌和病毒。我们一生中能产生出超过10亿种不同的抗体。对于曾经对抗过的病毒， B 细胞会有记忆功能。当它碰到相同的病毒时，它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产生所需要的抗体去毁灭它们。然后右边这一张图，红色的就是人见人怕的癌细胞，周围这一些白色小球嘞，就是自然杀手细胞，也就是英文叫做 natural killer cell。 自然杀手细胞它是癌细胞的克星，它负责摧毁各种体内的癌细胞。当它发现体内的癌细胞，它们会把癌细胞会消灭成纤维状，而这些被消灭的癌细胞需要靠另外一种细胞把它排出体外。这一张图就是免疫系统清除功能的细胞。左边这一张有一颗触爪的细胞呢，就是吞噬细胞。它会伸出触爪，把体内的病毒、大肠杆菌以及各种毒素垃圾勾着，然后张开它的嘴巴把垃圾吞掉。吞到饱和之后，它会通过痰把这些垃圾排出体外。所以赵飞博士把它称为人体清道夫。右边是血管中负责清除工作的吞噬细胞，它以蠕动的方式去吞噬血管中的胆固醇、三酸甘油脂以及各种毒素，再通过大小泡排出体外。接下来这个就是修补功能，身体受损的组织与器官会自行修复。有没有发现有的人他的伤口很快就愈合，而有一些人他的伤口却很慢愈合呢？其实快与慢的关键就在于他修补功能的强与弱。营养、免疫和健康有什么关联呢？根据营养免疫学专家研究，一个人想要获得健康，他的免疫系统就必须要强壮，而增强免疫系统就必须要实践健康作息，那就是有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保持愉快的心情，还有摄取正确、纯净、均衡的营养。根据营养免疫学专家的研究，免疫系统需要不同的营养来对抗不同因素所导致的癌症。第一种导致癌症的因素就是致癌的荷尔蒙和各种化学毒素。在饮食中，我们会摄取肉类和海鲜类的动物性荷尔蒙。还有就是当我们压力的时候，我们人体会产生一种有毒的荷尔蒙，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植物营养素来中和致癌荷尔蒙，去阻止癌细胞的形成，甚至可以去抑制肿瘤的生长，就可以预防和对抗癌
癌症。第二种导致癌症的因素就是自由基，煎炸食物、吸烟、各种空气中的毒素、太阳紫外线，再加上我们的新陈代谢，都会导致身体产生自由基。而自由基就是细胞和器官老化的罪魁祸首，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抗氧化剂去延缓老化以及预防癌症。因为抗氧化剂犹如扫除体内自由基的吸尘机，能够有效的预防癌症。现代人面对各种病毒的威胁，还有每天都会接触到致癌物质，例如日常生活中所含的化学起泡剂 SLS， 所以人体需要多种类的多糖体来对抗病毒以及各种致癌的化学物质所导致的癌症。你们知道营养免疫学和基本营养学的差别在哪里吗？基本营养，例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维他命、矿物质，还有脂肪，这些营养都只是提供我们人体基本营养，让我们去维持生命。98%以上的疾病都与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而我们的营养免疫学提倡的免疫系统的，如植物营养素、抗氧化剂，还有多糖体。经过营养免疫学专家超过35年的研究，以科学研究数据作为真实，摄取正确的营养能够让人类获得健康长寿。那请问我们要做的生意是不是有市场呢？一环球最优势的就是它的健康产权，那就是营养免疫学。而且一环球的产品追求的是独特、安全以及有效。一环球产品是自己产生、自己制作、自己销售的，没有经过代理，市场上是买不到的，这个就是独特。每个产品都会经过2000多种的安全检测，甚至采用了不需要添加任何防腐剂的包装，零岁到老，甚至是连孕妇都可以使用。健康时使用产品，它能够做预防；生病时使用产品，能减缓恶化以及加速康复。一环球是以营养免疫学作为基础做研发，所以产品的功效提高免疫系统，让每一个使用者都可以有效的获得见证。市场上只有一环球拥有全身调理计划，包括协奏曲、菌菇、炼梅、新欢、藤蜜，还有巧绿。首先就是富含植物营养素的协奏曲，它结合了超过10000多种的植物营养素、仙人掌，还有富含人参皂苷的西洋参。协奏曲它能够快速的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有效的抵抗荷尔蒙致癌的癌症，然后帮助我们消炎以及加速伤口愈合。再来就是多种菇类的多糖体菌菇，分有冬虫夏草、菌丝体、虎蓉、锥蓉、巴西蘑菇、决明子，还有蓝莓。它可以提升自然杀手细胞活动量高达49倍，然后快速的毁灭细菌、病毒和癌细胞。自由基是老化的罪魁祸首，科学家证明抗氧化剂有效的对抗自由基。炼梅主要成分是大自然界极高抗氧化剂的几种植物，如仙人掌果实、玫瑰、正月樱桃，还有蔓越莓。使用炼梅，它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产生足够的胶原蛋白，然后延缓老化以及增加细胞修复和再生能力。从胃出事，我们的心脏就不停地在跳动，所以保护心脏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
要是我们的心脏不健康啦，它就容易引起各种心血管疾病，例如高血压、中风，而且心脏病是全世界第一号杀手。因此强烈推荐你新欢。新欢的主要成分有山楂、蓝莓、覆盆莓还有蔓越莓，能够滋养我们血管中的吞噬细胞，能够强化我们的心脏功能。我们的肝脏负责500多种的功能，但是你们要知道它没有痛感神经，大多数已经被确诊的肝脏疾病患者往往都已经是末期了的，所以鼓励大家采取预防胜于治疗。藤蜜主要成分有万寿果、西洋参还有罗汉果，这些成分呢都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脏细胞所需要的营养。想要天天方便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吗？强烈推荐您美味可口的巧绿，它主要的成分有大豆、十多种蔬菜水果还有洋车前子。一包巧绿只有150大卡，是现代人理想的完整代餐。有些人说选择一两样来使用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使用全身调理计划呢？因为我们人体全身有80兆的细胞，免疫系统与全身九大系统都息息相关。免疫细胞在身体可以存活90到180天，所以要让我们的身体免疫细胞再生，一年必须至少滋养90天以上。一些比较严重的疾病呢，往往就是由一个或者是多个系统引起的，所以以全身调理计划开始，让全身细胞器官得到全面的滋养与调理，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健康。 OK， 了解完了以上的产品，现在让我来大略讲解一下一环球的制度。一环球的奖金分配很简单，透明化而且没有关卡。一环球会员是可以免费加盟，$1等于 ESB， 组织第一代的 SB 叫做 DSB， 只要 PSB 200 DSB 400，我们就可以享有2×18%，至 DSB 3200就可以享有最高7×50%的奖金分配。那要如何设定目标呢？第一阶段，让自己成为精英3200。再来第二阶段，产生4个精英3200。3200乘以5等于16000的业绩。再乘上 18%， 我们就能够享有$1600的月收入。再来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教导与协助我们的6家分店进入第二个阶段，也就是教导协助每家分店赚取$1600，$1600乘以6等于$9600，再加上我们自己的$320，我们的总收入就可以来到$9920。虽然有些人听了一环球创业的优势，但他还是可能会告诉你，我没有兴趣，我很忙，你看我哪里有时间做，又或者我的家人不喜欢我做这些等等的想法。我就会跟他分享我之所以会投入一环球事业的一个观念，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请问您听说过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吗？您的职业，也就是您所做的工作，是属于您老板的，您在整个企业中有一个特殊的功用，假如您不做这件事，就会有人做。所以在任何职业上的任何工作不是您最后的目标，而只是透过一种方法通往您的目的地，也就是事业。唯有您的事业才是属于您自己的，这是您的事业、您的梦想、您的生命。在整个事业中，您有很多事情要做，并要求都能做好，但是在完成每一件事情中间，您要能在其中看到未来。就算您在做一件不起眼的事情，也要想到这未来可能有的成就，因为您
不是在寻找更好的职业，您是在寻找更好的事业。首先，我们来研究一下什么叫做生存性的收入。生存性的收入就是有做有收入，没做没收入。所谓口停，手停口就停啦。刚才我提到的微商、上班族、专业人士等等，他们的收入往往都是处在于生存性。举个例子，假设我是一名医生，我一天只能看多少病人？收入局限在个人的体内还有时间，所以收入很难再增加了的。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做生意？例如中小型企业老板，因为老板他可以可以请工人，可以开分店，无需靠个人体力还有时间的限制。但是生存发展性会面临一个问题，老板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资金、薪水、花红、赊账等问题，所以负担也很大。例如老板想把我们的生意扩大，但是没有一定的生意量，无法承受租金等，又或者收不到账目，会导致血本无归。所谓赚到十年亏不起一年，就比如1997年的经济风暴，还有目前所面对的疫情和网络的冲击，导致很多传统实体业也面对危机，也就是说负担大于结果。那我们要如何才能摆脱生存性和发展性的收入呢？除非我们能来到安全性收入，然而市场上只有3%的人能够拥有安全性收入，例如大企业家等。也许有人会想，反正我都不求大富大贵，生存性收入也没有关系啦。问题是，您有没有想过，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介于25岁踏入社会工作到65岁，这间中有40年打拼的时间，我们都是一个人在工作。在这40年里面，我们不能有发生任何的意外，例如工作意外、交通意外、健康上的意外。万一我发生意外，我倒下了，那我的家人该怎么办？要我养的人全部都会直接受到牵连。再假设我是一名老板，我的生意做到还不错，我发生车祸，我倒下了，我的孩子还小，他又不能继承我的生意。又或者是我是一位医生，我的孩子不是医生，如果说我倒下了，我的专业没有办法传承。所以说我们40年一个人工作还是会有风险的。了解了40年一个人工作有这么大的风险，我们有没有办法将这个风险降到最低呢？其实是有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方法叫做倍增。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倍增市场学。什么是倍增市场学呢？举个例子，假设第一个月我们自己探讨研究认同过后，我自己就是总店。再来第二个月，我们找一位朋友，他也研究探讨认同之后加入，我们就有2间分店。第三个月，我们各自开一间分店，我们一共就有4间分店。继续开下去，第四个月就有8间，第五个月就有16间，第六个月32间，第七个月64间，第八个月128间，第九个月256间，来到第十个月一共就有512间分店。再继续，第十一个月有1024间，第十二个月有2048间，第十三个月有4096间，以此类推，到第20个月就有52万间分店。如果再继续倍增下去，到第21个月就有100万间，第22个月就有200万间，再来第23个月就有400万间，继续倍增来到第30个月，也就是2年半的时间，分店就会倍增到5亿3600万间。当然，我们并不是想要跟大家谈数目字的游戏，而是想告诉大家，
倍增的精神点，它不在于前面的1248，而是在后面的5亿3600万。通过倍增2年到5年，假设组织一共有2000间分店，如果其中有100家每天开业4个小时，您一天就有400个小时的时间。每家分店都有20个固定的消费家庭，组织就会有2000个消费家庭。只要每个消费家庭每月消费200，整组就会有400千的业绩量，再乘上以18千的奖金，就会有10万美金的收入。通过倍增，您倍增了什么？您可以倍增时间，倍增业绩，还有倍增收入。因为一环球事业是开分店，通过复制来倍增我们的时间，如此一来就可以解决我们40年一个人打工的风险，并来到安全性的收入。我之所以选择一环球国际网络创业平台，是因为它具备以上想要跟大家分享的5大要件，那就是公司、产品、制度、市场，还有就是教育，缺一不可。一环球公司它拥有超过35年研发研究开发的信誉，然后它拥有独特安全有效的产品，人性化国际市场。所以除了选对网络创业平台，我们还需要一套已经被验证成功的教育团队，那就是 EVG 系统环球。我们 EVG 系统拥有20多年的历史最佳成功团队，我们的倍增组织与业绩打造永续经营的企业。 EVG 系统环球之所以能够持续不断的诞生成功的领袖，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一对一栽培。我们 EVG 团队也提供各种培训课程来协助我们扩展组织，成功大会、国际事业研讨会。现在做线上，我们的 EVG 也提供了远途视频会议，让来自世界各地伙伴能同步培训做教育。我们 EVG 系统环球面子书提供最新的咨询，也有 EVG 系统网站、系统电子资料库，收集产品解说与见证、事业解说与见证的视频、Facebook、YouTube 还有优酷。我们可以应用 EVG 系统超级平台所有的辅助工具，包括健康见证和系统伙伴的事业分享。伙伴们还可以通过系统教育平台去学习以及掌握系统运作的课程，只要懂得去善用系统提供的资源，那就是借力使力少费力。各位来宾，一环球与 EVG 系统环球将协助您开创国际事业，实现同时可以享有金钱、时间还有健康的人生。我亚比在此代表我们的系统欢迎您的加入，预祝您创业成功，美梦成真，谢谢。谢谢亚比的分享。经过刚刚的分享呢，我们也更加了解到，其实要创业，要安心创业，一定要符合以下的条件：公司、产品、制度、市场还有教育。那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只要我们的免疫系统健康，它就能发挥3大功能，抵抗、清除以及修补了。那到底有没有人因为吃到对的营养而因为健康呢？有哦。那这位伙伴呢，他会分享朋友的客户的一个见证。
这位朋友呢是一个糖尿病患者，脚部被细菌感染而导致红肿还有疼痛，必须呢动手术切除感染的部分，结果手术过后伤口一直无法愈合，还要忍痛每天洗伤口。后来他是如何在3天内看到惊人的转变呢？那话不多说，就来邀请佩佩来跟我们分享，邀请他。Hello， 谢谢主持人啊，感谢系统，感谢上线。那我是佩佩，那今天呢就要和大家分享哈、哦，我一位朋友他的顾客的一个见证。那我这位朋友他本身呢，他是一名药剂师啦。那有一天，当他看到诶有一位顾客是跳着进来他的药剂所的，那他就很好奇，他就问那位顾客，请问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你的吗？结果那个顾客呢，他就说，我想要买专门洗伤口的那个药水呀、啊。那后来呢，我的那个朋友就看了看他的这个伤口哦，哇，真的是，大家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啦哈，因为这个照片可能有一点点的，看了会有一点点不太舒服。好，给大家看一下。好。那这就是那位顾客他的脚哦，你们可以看得到，他已经是红肿成这样的现象啊，然后已经发炎了啊，甚至呈黑色的现象哦。那其实他这个顾客就有讲到说，他这个伤口其实一直都没有好啊，所以呢就很困扰啊，所以后来他就来到这个药剂所，想要买那个这个洗伤口药水。后来我的这个朋友他就有建议这位顾客哈、哦、去看医生，好，那后来这个医生就看了之后就决定讲说要为他动手术啦。那所以那个就给大家看一下，经过医生为他动了手术之后啊的这个情况是怎样，大家看到了吗？这个他的这个伤口啊，竟然溃烂成这样，而且呢，这一张照片是他在切除那个伤口那个部分哦，已经是差不多1个月了的时间呢，伤口一直没有办法愈合。那后来就是因为了解到这位顾客哦，他就是一名糖尿病患者啊，所以就是因为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他的这个伤口一直很难修复，很难愈合啊，所以呢，我的这个朋友呢，就看到他很痛苦啊，一直没有办法能够解决到这个问题，洗了伤口还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后来他就推荐他使用了一个含有10000多种植物营养素的仙人掌，还有就是西洋参这个珍贵的食材呀、啊。好，那后来呢，就给大家看一看哈、哦。后来的这个情况又是怎样的 ？OK， 好，大家看到没有？这位朋友哈、哦、的这个脚呢，已经明显的长肉了啊，而且他的脚已经开始呈粉红色的。那然后呢，他跟我的朋友说，他已经比较可以走路了啊，那不像之前那么痛。那其实他前后使用了这个仙人掌及西洋参这珍贵食材，其实只是短短的3天就已经有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啦。然后呢，所以我的这朋友他有说到，当他讲到说他的脚已经长肉了的时候，他的那种脸上露出的那个喜悦啊，不再像是之前这样子的那种痛苦忧愁的那个脸，所以真的非常的感恩哦。好，谢谢。恭喜这位朋友哦，通过这样的一个疗法就赢回了健康。那佩佩，刚才你说的那些食材，我们可以在哪里找得到呢 ？OK， 那其实呢，这位朋友他是每天使用这个30 ml 的 Rhapsody， 就好像刚才讲师有讲到的，这个富含10000多种植物营养素的这个仙人掌，还有就是西洋参。那因为这个仙人掌呢，它因为含有丰富的植物营养素，能够帮助
抗炎，还有而且能够使到这个伤口愈合，避免结疤，然后而且还能够稳定血糖值啊。而这个西洋参呢，又能够促进消炎，所以呢，这双王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帮助到这一位朋友哈、哦，让他能够使到这个伤口能够慢慢的这样子愈合。那所以呢，这位朋友他也说到非常感恩赵飞博士研究了这么棒的产品，让他能够赢回健康，然后甚至让他能够免于啊走向截肢的道路啊。否则医生说他这样的状况或许要截肢了，所以非常的感恩。好，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好，真的真的非常恭喜这位朋友，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只要我们的身体啊吃到对的营养，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发挥刚才所说到的三大功能啊，抵抗、清除以及修补，让我们快速的赢回健康。那我在这里声明呢，一环球产品乃草本补充性食品，对健康维持有很好的注意。一环球从不主张任何形式的自我诊断或医疗。若您有任何健康上的不适，请寻求专业医师的诊治。那刚才呢，我们也听到讲师有说到啊，这个事业的优势。那到底有没有人因为这个事业赢回他人生的价值呢？当然是有的。这位讲师是一名白领阶级，为何愿意在放工时间兼职从事一环球呢？而且把它当成是全职的目标？到底一环球有怎样的价值让他来从事？现在呢，我们就欢迎叶小林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大家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谢系统，感谢我的上线，把这美好的事业带入我的生命。我姓叶，名叫小林，我是来自马来西亚一个小镇叫做博德森，是一个旅游胜地，靠近海边，风景也很漂亮。那我本身有四个兄弟姐妹，而我是排行第二的。我是在吉隆坡的一家学院啊，读电子商务和行销的文凭。毕业过后呢，我的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在吉隆坡的一家日本电子公司上班。这家公司呢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全球啊有接近30万员工。我在这家公司是做销售调节员，工作时间长还需要加班，平常都会做到晚上11点多左右啊。第二天早上呢8点半啊还要回去上班。这份工作我做了一年呢，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然后第二家公司也就是美国挂牌的公司，拥有超过150年的历史，这家公司为70个国家顾客服务，即拥有啊大约 15.5 万员工。这家公司的福利很好，但是啊工作量很多，记得有一次生病啊还需要回去上班，赶完手头上的工作啊，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忙做，及顾客需要文件去拿货啊。我平常都会做到晚上10点多左右啊，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文件啊需要赶出去给顾客去拿货。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啊很无奈又没有乐趣啊，我就想到转行的念头啊，所以就决定去新加坡工作。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呢，以为可以换到不一样性质的工作啊，可是那兜兜转转呢，我还是做回老本行啊。因为发现到如果转别的行业呢，因为缺乏一张文凭啊以及经验啊，工钱真的是少得很可怜。那我是在2008年过来新加坡，我现在这家公司呢是我前公司的竞争者公司啊。这家公司是亚洲的农业公司，也是上市公司啊，拥有32年的历史，全球有10万员工，有超过500家制造工厂，为超过50个国家顾客服务。我这家公司在很多国家都有分行，比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欧洲等等啊，以及其他国家。那在这家公司呢，我一做啊就做了14年。刚开始的时候呢，在这家公司是担任操作助理，我负责联络供应商有关于买货啊，然后卖给美国以及欧洲的顾客。当中我也需要安排验船师来做验船师报告以及
代运啊、货运代理有关于提货单，我也需要准备发票、船运保险以及其他的文件啊，送给顾客去提货。那当金融部门呢很难追到钱啊，跟顾客追钱的时候呢，我也需要帮忙啊去追顾客还钱。那在这个部门呢工作了4年啊，因为薪水方面也没有怎么调整啊，我就想要换工。不过这个时候呢，公司有出文告说允许员工转换部门啊，我便决定申请转换部门，但是最后都不成功。那时候啊，我觉得不被录取是因为我缺乏这方面的文凭啊，所以我就决定去读夜校，读伦敦大学的文凭，有关于金融与经济。那听说这张文凭呢很值钱，只有9%的人考取到。那我读夜校的第一年需要读6个学科啊，以及花费呢差不多新币1万块。那过了不久呢，我的公司啊开始又重组，工作量提升，又要培养新同事啊，工作很压力。每次上课呢都迟到，只上到半堂课，因为要赶完啊紧急的工作才能够去上课。那每次上课过后呢都没有精力啊，因为压力的状况，从早赶工作到晚上还要赶夜校啊，精力真的是用尽了。那当靠近考试的期间啊，也很难拿假来读书，工作很忙又要加班，也准备这个6个学科的考试啊，真的感到很压力啊，又加上不多时间筹备，真的是觉得超累的。那正当我在考虑啊，要不要继续读第二年的课程的时候啊，刚好有部门又要请人，我就再次去申请转换，这次我成功被录取。虽然很多人申请啊，但是他们的经验不足，而我刚好啊，我的经验符合这个职位。我以为换到有前途又有未来的部门，哪里知道啊，工作量反而更多啊。但是为了生活以及金钱的分散啊，怎样都要把工作完成。那我时常需要做很多的报告。其实单凭我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同一个时间啊做那么多的工作量，但是我必须把它完成啊。那在几年前呢，公司啊就开始引进了一些机械来做一些报告，只要跟机械操作部门分析需要什么资料，检查输入正确的资料，操作就没有问题。这说好听的要减轻工作量啊，其实呢是公司啊不要在这个部门增加员工，而且啊引进机械更省钱。那时候我就深深的感受到 AI 人工智能的和机械的威胁，心想如果有一天啊这些机器能替代我所做的手头上的工作呢，我将会失业，随时随地啊都会没有这份工。那在这段时间呢，在那么压力工作环境下工作啊，我的健康也开始亮了红灯啊，可是我又不可以拿病假，一定要有人做，又很怕报告做不完。那个时候呢，我每个早上4点到5点左右都起来咳嗽，还咳到痰里面有血。然后我的室友呢，就怕我有支气管炎会传染给他们，叫我赶快去看医生啊。那我忍了1个星期呢，最后没有办法呢，才去看医生，照了 X 光。医生给了我抗生素以及咳嗽药水。当时呢，我以为吃了药过后啊会康复的，哪知道啊，咳得更厉害，咳到肺部的很痛啊。那这时候呢，我想起到我的上线啊，有跟我分享营养免疫学，我很认同。我加强在使用冬虫夏草菌实体和菇类的食品，因为知道它在对抗细菌与病毒啊都很好。那我每天使用3次，3天过后啊，我就开始康复，也没有咳嗽了。同时呢，我的上线啊也有一直跟我分享事业，我也开始了解什么是生存性收入及40年一个人工作的冒险。老板呢永远掌控我的时间，又要面对 AI 的危机啊，随时随地都会失去工作啊。原来啊，职业与事业啊是有很大的区别。我的职业呢，也就是我所做的工作啊，是属于老板的。我在整个企业中呢有一个特殊功能，假如我不做这件事，有人会做啊。所以在任何职业上的任何工作呢，都不是我最后的
目的啊，而只是通过一种方法通往我的目的地，也就是事业。我也很清楚知道啊，我不是在寻找更好的职业，而是在寻找一个更好的事业。那我，所以我选择以环球事业呢，主要是看它能让我脱离生存性的收入，以及不需要被老板掌控时间以及收入。一个人工作真的是很冒险，难免意外的风险、被裁员的风险以及健康的威胁。唯有选择事业啊，我才有办法摆脱40年一个人工作的风险。对我来说，一环球啊，到底有什么优势呢？它从一开始呢就自由了，我无需资金也可以创业。不过我想要拥有的自己的一份事业呢，需要努力啊，筹一笔创业资金，甚至是花上几年的储蓄的时间啊，才会有机会拥有自己的一份事业。这些创业资金呢，例如租金啊、装修费啊、聘请员工等费用啊，都需要花上数十万的固定费用啊。所以一个人没有所谓的创业资金呢，就无需谈如何开始创业。反观一环球事业呢，能让一个无需任何创业资本，只需要使用200美金的独一无二的食品啊，就有机会享有经销商的权利。再来，他也无需学历。我的工作啊，我为了升职加薪呢，还去读夜校，努力的去拿张文凭。然而，一环球这份事业啊，是无需任何学历背景的要求，无论是任何层次，甚至是毫无学历的人士啊，都可享有同样平等的平台来从事一环球事业。接下来，也就是无需背景，一些行业呢，通常都需要裙带关系以及专业的经验背景等条件，才会有所谓的事业机会。然而啊，一环球事业是不需要任何的背景条件，无论是任何背景来历，都是一视同仁，提供同样的福利条件啊，以及协助大家成功创业。再来，它也无需空间的限制啊，我今天呢可以跨国经营这个事业，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中国。未来还有全球50多个国家，显示了这个事业呢是无限量的市场空间。那再来，也就是省钱款通舒畅，我不需要升职或者辞职来换公司啊，达到升迁加薪的机会啊。如果我自己的年纪越大，转换公司的职位的风险啊也越高。一环球事业呢是属于自己的事业，没有人可以约束我要赚多少钱或者开多少见分店的机会，只要我肯努力，就可以达到我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再来，也就是业绩量是无限制的，我不需要烦恼人手不足的问题，不需要担心空间不足的问题。就好比如开一家餐厅啊，地方太大，租金昂贵；地方太小啊，即使有再多的顾客来光临啊，也无法做他们的生意。然而，一环球事业呢，是通过网络平台，倍增是电子商务连锁店的生意啊，不会受到空间不足以及资源不足的限定啊，因此啊，也不会有业绩上的限制，反而啊，会因倍增效应而达到无限量的业绩量。最后呢，也就是时间的自由啊，我可以安排自己所想要过的生活，让自己掌握自己的时间啊，成为生命的主人，不再让老板啊来掌控我的时间。也不需要别人的赞同啊，来哪家，在任何时候呢，想去哪里都可以去啊。那我也感到很幸运啊，有机会来认识一环球这个事业，系统与上线们呢都会栽培啊，以及协助我，让我有机会呢摆脱40年一个人工作的冒险，掌握如何照顾自己与家人的健康，以及实现我的梦想。那我也很感谢啊，我的上线们，协助我去克服各种的挑战啊，让我学习很多。那我在这边分享我与上线们的一些照片啊。这两个都是我，一个是我的上线，另外一个是我的上上线。那再来呢，我也有机会啊，担任 HomePody 的讲师，以及线上健康分享，让我有机会不断的锻炼以及成长。那让我 share 我们的团队的照片。那在一环球事业里呢，
我的第一个所得也就是健康财富啊，因为通过营养免疫学啊，能让我拥有健康的身体。再来第二个所得也就是友谊啊，因为我也有这个机会啊，把这些健康知识以及营养免疫学的食品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赢回健康。不仅如此，我也有机会把这个事业呢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让他们有机会创业。再来第三个所得呢，也就是我的个人生命成长，我也学会如何与人维持良好的关系。以前呢，我跟身边的人的关系啊没有那么好。通过系统的一些课程啊，比如爱与关怀呀、我是赢家等等啊，让我受益很多，也学习如何去爱人。再来，我也从生命成长的书呢，了解到性情的教育啊，引导我如何去克服一些心理障碍，以及学习如何关心身边的人。那我们的团队也有读书会啊，也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那个生命成长，如何从生命成长的书啊，更加让自己更加懂得如何从这些性情这些困难中啊走出来啊。那我相信呢，一环球事业倍增式的收入啊，让我不再为三餐以及生活费而烦恼啊，同时也可以拥有时间呢来奉养父母以及做慈善啊。接下来也就是我最大的梦想，也就是终身在一环球 VVIP 的探索世界旅游啊，成为我一环球事业的生活方式。因为我听说到伙伴们去内蒙古啊，只是换一件衣服呢，都被带到贵宾室去换哦。一般上呢，我以为只是带去厕所换而已啊。我也盼望可以去这些探索旅游。那我很坚信的，觉得选择啊是比努力来的重要。相信啊，只要我们选择有备着呢，每个人都能在2到5年可拥有卓越的生活，同时啊，掌握自己的时间、健康以及财富。希望我的小小的分享呢，有让大家看到一环球这个机会。在此啊，我也恭祝大家心想事成，事业更上一层楼。谢谢。谢谢小林的分享，看到他的分享啊，真的深深的体会到40年一个人工作有很大的风险啊，随时都很有可能被取代，也了解到职业与事业是有区别的，打工真的没有自由，时间和收入完全被老板掌控，付出和收入这其实是不成对比的，但是一环球事业可以让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选择在我们想做的工作方式来工作，而且不需要资金，也不需要任何背景，真的非常的自由啊！相信通过刚才的分享，大家其实也有一些提问，那么我们开放一些时间让大家提出你们的提问，我们会尽量回答所有人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每个人只能提问一道问题，谢谢大家。那我在留言板看到一个问题，他说到，我朋友说，网络电子商务都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吗？那有哪位 Q&A 的伙伴可以跟我们分享？Hello，Hello，主持人，我可以回答那个问题。Hello，徐佩，谢谢你。Hello，大家晚上好。首先感谢系统，感谢上线。我姓李，名秀慧。我有一些朋友也是会有这种想法，以为网络电子商务呢都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吗？首先我会先了解，会有这样的观念，他是不是自己或看过人家？你这个电子商务不成功啊，一般人都知道要如何，都不知道要如何选择一家有实力，而且能够让我们放心经营的公司啊。所以我会分享一环球与一般电商的区别。大家稍等一下，我分享。看得到吗？OK。一般会面对的问题呢，就是囤货、包裹、物流汇款的这个问题啊，大部分呢都只是做本地生意，无法拓展到国外呀、
从事一环球呢，是无需资金囤货包裹，采用的呢就是自动物流机制啊，无需担忧物流机汇款的风险啊，你倍增人脉、时间和这个金钱都是无限的，还可以做国际市场。一环球创办人投资在这个研究开发，也就是 R&D，超过30多年了。确保产品不会被市场淘汰，所以公司还投资庞大的这个资金在厂房、高科技的生产设备啊，而且采用一贯的作业，就是自产自销啊，自产呢能够确保这个产品提供最顶级的营养，就是品质的保证啊，自制呢能够产生呢独一无二的这个产品啊，具备健康食品市场的竞争力。一环球的价格呢是全世界啊。同意的，所有的会员购买产品的价格都是一样的，每个人拿的都是总代理的价钱了，而且采用电子网站做这个营销，就是没有经过代理的。反观在微商不同阶段的经营者拿到的价格呢都是不一样的。自产自制直销其实是保障这个消费者和经营者的权益啊。还有一环球所投资的科技软体 EVX。只要一机在手啊，可以做到国际啊！无论是下单、查询业绩、产品资讯、健康知识等等啊，还有电子钱包 eWallet，就是它就像一个金融体系啊，拥有非常高度的保安系统啊，需要有雄厚的资金才能够做得到，让我们有非常安全感啊。再来，我们看产品是一家公司的命脉啊。选择对的产品就能做一辈子哦，而不是一阵子哦。要如何选择一个对的产品，让我们越做越轻松呢？一环球产品是提高免疫系统的营养医学食品，消耗力很强哦，而且回购率也强啊。了解营养医学的朋友都知道啊，一环球产品是提升免疫力的必需品啊。它的独特就是我们的产品是自产、自制、自销。而且只有一环球才有全身调理计划的，安全呢是经过2000多种的安全检测，连老人、病人、孕妇或小孩都可以使用的。因为一环球产品是植物完整性食品啊，不是药。再来有效就是合乎科学根据啊，用科学数据来证明产品是否安全和有效是最有说服力的。什么是科学呢？不同的实验室做同样的实验啊。无论重复多少次哦，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举个例子，如果一环球每一种的产品，从成分、种类、部位、采收时期、搭配、浓缩度以及所有的制造过程的技术啊，如果实验的结果是 A 加 B 等于 C，那么让第三方实验室的结果也一定是 A 加 B 等于 C 的，这个就是合乎科学根据啊。再来，一环球产品是属于国际市场，零岁到老都的人都需要的。而且这场疫情让人们更关注如何提升这个免疫系统的课题了。在这个时代呢，更需要我们去教育人们啊，预防医学、营养医学。一环球能够开拓国际市场，开做分店啊，通过倍增呢，业绩收入只有增无减哦。全世界都在裁员了，但是预防医学工作的人呢，都常年的在增加。一环球是被加盟呢，没有门槛，零风险啊，创业无负担啊，人性化的制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2019年一环球年度报告，看这个蓝色的这个数字哦，在短短的3年里面就有10万人的加这个一环球啊，公司跟经销商是五五分账的，一环球经销商的成长惊人哦，在1年里面啊。月收入介于3000到4999美金的经销商增加了41.49%啊，月收入介于5000到9999美金，经销商增加了38.38%啊，月收入超过的经销商增加19.08%。如果他曾经加入一环球，但不是 EVG 系统的组织，我会强调必须选择系统化成功的教育团队呀。除了公司，还需要选成功的教育团队。
所以很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掌握一套简单的线上经营模式。系统面子书还提供最新的资讯，还有 EBG 网站、YouTube、优酷系统超级平台，方便搜寻系统伙伴健康以及事业的见证。还有提供线上培训课程，例如创业说明会、国际研讨会、成功培训会、成功大会。现在是互联网营销的大时代，除了选择背景大、有实力的公司，还要选择已经用印证成功的系统化教育 EBG 团队，因为在 EBG 成功者提供免费的对应系个人栽培呀，还会教我们如何做这个网络营销。选择一环球跟 EBG 系统绝对是网络开连锁店的最佳平台，结合伊利和 EBG 系统呢，团队就是一样的，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营养美学，朝着同时拥有金钱、时间、健康的成功人生迈进，创造幸福人生。哦，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好，谢谢淑慧的分享。那经过淑慧的分享，我们也了解到，其实不是所有电子商务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呢，一定要具备五大要件，才能让我们真正的达到成功。那想看一下，还有任何来宾有提问吗？我看留言板上没有。那如果没有的话，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来宾分享接下来的一些活动。